北京时间11月25日18点，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第二轮，威尔士 vs 伊朗，双方首发名单已经出炉。威尔士方面，贝尔和拉姆塞领衔，前曼联非伊丹尼尔比詹姆斯替补。伊朗方面，阿兹蒙回归首发，搭档塔雷米冲锋陷阵。威尔士首发1比亨内西，3比内科比威廉姆斯，4比本比戴维斯，5比麦帕姆，6比罗顿，14比罗伯茨，15比阿姆帕杜，10比拉姆塞，8比威尔逊，11比贝尔，13比摩尔。伊朗首发24比侯塞因比侯塞尼，3比哈吉萨菲，5比穆哈马迪，8比普拉利甘吉，19比马吉德比侯塞尼，23比雷扎伊安，6比赛义德，21比诺罗拉西，17比格利扎代，9比塔雷米，20比阿兹蒙。跟上一轮相比，威尔士这边只做出了一个调整，那就是前曼联球星丹尼尔比詹姆斯替补，摩尔顶替他的位置，跟贝尔组成双前锋。而伊朗方面，除了因伤缺阵的首发门将贝兰万德之外，切什米、穆哈拉米、卡里米和贾汉巴赫什本轮均退居后备。比赛看点：一、伊朗能否终结世界杯面对欧洲球队9场不胜纪录，2平7负。二、面对没有主力门将坐镇的伊朗，贝尔能否持续取得进球。三、阿兹蒙上一轮刚伤愈复出，替补登场单刀不进，重返首发阵容的伊朗梅西今晚会有什么表现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